经常见面。太好了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找我。打扰一下。听说薛先生一直住在小侄家，薛先生在国内没有房子吗？暂时还没有，我知道城中湖的湖心岛在建晚清风格的别墅，我想等开盘了以后在那里买一套，所以现在呢暂时先做小侄的房客。我听说住在一起啊最能培养感情，要不搬来我家住，或者我搬去你家。算了吧，洪先生。薛先生，你说的湖心岛大宅可是块风水宝地啊，全岛只有三套房子，真有眼光。哼，他不是真有眼光，他是真能处理。湖心岛大宅，哼，需要怪这个无法把时间变现的穷鬼，不知道那个多少钱了，2亿耶。不过薛先生最有眼光的还是选择了田小姐，她可是养了一个挖井队在非洲挖井，我做的慈善都是在镜头前，田小姐是默默在背后，所以田小姐是我最欣赏的那种慈善家。你既然知道。当然，好事也会出门。心中的地位没有任何演员可以撼动。他跟奥黛丽·赫本什么关系？
下。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，这两个国家的人我都不熟。不过明天我要去跟中国人张薛轩见面，去他未婚夫家探病怎么样？要不要去见见你的女神呀？我没时间。也对，你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好好想一想，你是要去亚马逊丛林呢，还是要去非洲大草原呢？不过在你去深山老林之前，请搞定我妈。老板，视频的点击率已经超过2000多万了。你好，方经理。对，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之后，你的佣金会立刻到账。不过我最好提醒你，在你收到我们的钱之后，如果你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消息。很好，我相信你。世上的人真是一个比一个贪心啊。为钱贪心的人，就算有命赚，也没命花呀。老板，加上了。他问我们打算出多少钱？他要多少？500万。给他。老板，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答应的太干脆了？他会觉得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。经理问他买家的信息，买家肯花500万来买这个视频，就不差这一点封口费。那你就展示你的超强能力吓他，或者揍到他肯说为止。因为即使收了封口费，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当然还是保命要紧啊。穷光蛋得到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黑金卡，他会认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金钱买不到的。同样，人类一旦拥有了超强力量，会认为拿到凌驾于法律和人权之上的万能钥匙。所以你不会使用这把万能钥匙是吗？导演，我先不看了，我还有事，我
你等着我，妹妹，妹妹，我马上就来了。哥哥，你要小心啊！啊，妹妹，我找的你好辛苦啊。哥哥，妹妹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妹妹，你有没有听到？电视宣传太成功了，现在我们的剧已经上了话题榜了，我已经看到收视率冠军的宝座在朝我招手了。这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这明明是我们家的活。嘘，小智，就属你这关有冠军的宝座在朝我招手了。这怎么会变成这个呢？这明明是我们家的福。嘘，小智，就属你这关又不会乱说话，所以我就只告诉你，我们本来想联系视频网站，想在午夜怪物清晰版视频发布前投入我们的宣传广告，可是那个视频网站的经理告诉我们，他们没有收到清晰版视频，所以我们一拍即合，模仿那个视频剪了一个宣传片。我也有份参与哦。田小姐，您先消消气儿。这两天看我害怕的样子，是不是特别解气呀？不是，是大乔哥不让我告诉你。少管，你这报复了？我只是喜欢看你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的样子。那这两天你看得够开心了吧？那你能不能告诉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干的这件事？Thank you.
领域里比较有名的外国专家都会来记录下来。你代表研究中心去吧，明天我要出差，大概半个月之后回来。可是这次研讨会会有很多有名的，我知道很难得，你去是一样的。老师，昨天下午的教学研讨会你没有参加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我去了趟医院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好吧。谁跟谁讲话，谁是小狗。哎，为什么要停啊？不听给我停啊？是不是听不懂中文？我要跟你讲话啊。零故障率的电梯都是要花钱的，像你们做研究的最幸福了，等着人送钱给你们花就好了。说的有理，人不有志吗？